下，我们这一群人，你确定我们大家都在忙期末吗？没有啦，忙期末只是额外讲的而已啦。那听起来好像是、因为大家最近都在忙啦，在忙都在忙事情，好像我们都很年轻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把你们当年轻也不好嘛。好啦，那不然哦，好老、哦。因为我们有一个人是真的在忙期末啦，其他人应该不是在忙期末啦。对啊。找找找。金钥怎么出问题的？金钥，就是开台的金钥。哦、那你调整一下，等你进来。哦，你进来了，好快。那、可是谁是房主啊？房主，欸、对他不见了。我没有显示那个、要哪边开始、我也没有按，我也没有显示。OK， 所以哈基要重开吗？我重开，我再重开一个。好。等我一下，又要玩鸡马吗？然后鸡马已经我们超、最近超常玩的，你知道吗？还玩鸡马？还玩鸡马？啊，对哈、要重开，帮你把旧的删掉。有嘞，有嘞。嘟嘟嘟嘟嘟！我还是受不了，我要残害北极。哇！这残忍的哔哔声，我要忏悔。感谢云月，YouTuber。对，我们今天主题是之前没玩过的，是哈基出的题目。对，他之前跟观众一起就是希望哈基往下去。真的，你当初还在帮忙弄那个题组，对，忘光了。你贴了？还没吧？还没，等我一下，还在跳广告。好，总共听说里面有100多个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就来看观众大多都是出哪一区块的 YouTuber。欸、所以他这个主题是什么？还是没有那个 YouTuber， 就是 YouTuber 上看鬼啦，对，没错，看广告，看广告了，好、可以了，好，你已经在使用设备了，打，对哦，离开，有吗？等广告，等广告，其实是一片黑的广告，要整到有为止。这个我玩过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个没玩过。对啊，自定题目，自定题目。哦，为什么进不去？那个旧的要关掉、哦。旧的我关了，我只剩下这一个视窗。有的。哇，被妹妹的贴图，我是直接把那个广告有广告，就是那个这个页面有广告的地方直接裁掉。哦，我也是啊，想要打广告，没那么容易。它其实是有一个串流的那个叫什么房间网址，就是如果你要直播了，就用那个就好了。就你自己的题目也不会被人看到。哦，我真的整不进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多整几次吧。我刚刚前面也是整超久的。只是啊哈基，你要记得点到，不然被踢出去。啊，今天是画画台，画画台，楠楠。早安，午安，晚安，大家安。安安。耶！我进来了，你进来了，我的头不见了。你进来了、我的头被切掉了，被切掉了。你的头剩下一个灰色的啊。所以他自己设定几分啊？忘记了。我看一下啊。还低120，好像预设是120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可以啦。我觉得4个人120应该，
试看看，可以试看看，试看看，可以啦。好，来吧，好，那就开始喽。好，好，哈基 turn， 这什么话了？哎，为什么哦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等一下哦，不要，哎，你很坏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们超坏的啦！这什么话啦？几个字啊？还是连字都不要提示？是，你可以先猜了。哦，我看一下他的 skin。哦 ，OK OK， 好。你找不到画 skin， 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。我们都知道的，我们都知道的。对，哎对，然后对，是什么？完了，不同。他的名字很难写。他是谁啦？白痴哦。等一下。擦掉。哎，我不会打他那个字啦。所以你知道哦？为什么你看得出来啊？为什么你看得出来？完全不没头绪耶！我完全毫无头绪啊！我的天哪！等下，不行，我要 Google 一下他的字到底要怎么打。这样子。他没穿衣服哦。这样子。哇，没穿衣服哦。我还没画，我懒得画啦。这样子的，他上面是哦，等下我来不来得及选字呢？来不来得及选字呢？对。耶！啊，我总算找到他的字了。他的字真的很难找。你知道我从头发一开始看到我就看出来，但我找不到他的字啊。那个， <okay. S 1> 他都是真的。繁星，什么是真的？我会画初音啊，想说我手拿竹子啊，他就是冲啊。啊，是什么？一样两个字，我不知道什么都想先猜他，而且我的渣好像打错了。对，你的渣打错了，渣打错了。哎，渣打错了。繁星在深思，应该在搜寻怎么画吧？嗯，紫色的。哦哦，耶！啊，他画完了。他已经画完了，哈基。哈基，你真的认识他哦？你真的认识他？你真的认识他？我认识他。哎，他哦，白痴，他长得非常的高。哇！坏，哇！太坏了，这个太坏了。录影哦，大家都有录影哦。我是说他很高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太坏了。哦，可以选哦，是题目太多，就二选一啊？没有没有，现在都有二选一哦，以后都可以二选一是不是？我好怕待会看到两个人我根本都不认识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我在想，我还在想都谁啦？啊，醉倒了，我要想一下。哇塞，等一下，我有选择障碍啊！你这两个我真的都不认识啊！你就凭印象画吧。对啊，不认识的人太多了，我很多也不认识。刚刚也不认识一大堆、啊。白痴哦、喔！硬要猜他。你猜就对了。我要画意象图了。哎，那你一秒猜到就跟着猜了。第一个字。哦，还你要分两个字画就对了。嗯。那啊，这看也像是，这个是猫吧？是猫啊。啊？嗨，是吗？哈？哈？哈？第二个字是，哈，你懂了、哦，哇，你好会哦，什么，皇冠吧，是皇冠吧？对，那应该是皇冠啊，看起来像皇冠，可是它是两个字而已。有什么冠吗？那是喵哈自己。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一啊啊啊啊！学猫叫吗？不是学猫叫，谁叫猫叫啦？答案选出来啊！紫猫叫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，我题目没有出歌手，喵红是谁啦？不然，这个这边换另外一个字，他可以这样子，超难的啦！哦，迷飞吗？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猜对嘞，好厉害！我在打字，哎、欸，哦，迷飞。咪飞哦，嗯，九妹那边的另外一个我根本连看都没看过。对呀、啊，另外一个、oh. 我待会再讲谁。哇，哎、欸，几个字啊？两个字。好，就是、
为什么？他是那个吗？哎、欸，那字很难写呢、欸。你多这超简单好不好？蟑螂是怎样啊？你就多画一只脚啊！我好想抽到简单的题目哦。我等一下也要记得选，我不然不要跟刚刚一样了，真的是。我可以讲我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另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答案是洋洋。三个字有什么 YouTuber 是三个字的吗？我已经猜完两个了。三个字啊！啊！哇，你们好会猜三个字哦。他是谁啊？是猫咪啊。猫咪有谁是猫咪的？有。我皇阿玛你猜啦，对啊，你秋风也猜啦。可是他刚不是又说跟泱泱有关？没有啊，没有啦，他是说另一个是跟哦哦哦，另一个选项是谁啊？完了，啊你哇塞，欸、跟实况组有关的，嘿，不一定是 YouTube， 但他其实也、啊、可恶，不是他哦，我以为在画橘子兵啊。接近的，接近的，接近的，很接近的，直接猜橘子兵，你干啊，很接近的，你刚刚已经讲出来了，很接近的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帽子？不是啊，啊，英文的。他也是哦，我的天，好好好好，他也是，好啊，他也是。想中文的阿帕是两个字啊，阿帕奇。我跟你对，有英文哦，我跟你们讲，来，哇塞，我出那么长的题目吗？二三，应该是英文吧？六八九，我很不会画，对不起。九个字。团团，你要注意点，我们画画的东西会被我们群组的头像哦，尊重一点哦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画啦，我其实没有很常看他影片啦。是嘎波吗？嘎波的字也太长了吧。嘎波，怎么可能是嘎波？我不会画，你画一点别的提示吧。别的提示，再一次 hint， 再一次 hint， 你再一次 hint 会有多一个。先拿团团，你怎么拼啊？不对啦，我不会说英文分，我记得没说这个 P P。1到2是吗 ？YouTuber， 谁呀？YouTuber， 1到2啊，马金对了，我跑去 Google 啊，我超不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画那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怎么写？P P。哦，是红的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嘛，我只记得那个图案，你懂吗？有点派啦，我直接查说什么最高点阅的 YT 啊，就找到，把英文复制起来。好，地面第二名哦，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要硬的。怎么了？直接秒猜到是不是？怎么那笔不够粗啊？可恶！你直接猜，你就猜我想要猜的。哎、欸，好夸张的！阿静，你先别讲哦。阿静，你为什么会猜那个啊？太夸张了！你怎么会？因为我根本还没画到重点呢、啊。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你想画什么了。可恶！不要这样子啦。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画到重点呢、啊。什么？故意换颜色、欸？啊！你看不出来了吗？还看不出来吗？再一点，好大一点哦、喔！啊！这点又好小一点哦、喔！啊！哦！哦！哦！原来是这个！
Moco 不行啦，我对 Moco 的印象是猪啊，不对，没有、哦、有录一个哦，没有，保密防谍，我今天是结心结大赛大会，哇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已经结超多心结啊，完了，怎样？把别人的粉丝干爆了？有啊、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你应该已经也要被干爆了啦，所以你不用怕啦。对，可恶，我还以为是这个干爆啊！怎么又是像猫的东西？不是啊，搞不好根本不是猫，有没有？啊，不是猫吗？另外一只哦，哎呦，是谁啊？我不会拼他的猫的名字啦。